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Uni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双Laimi的新品丝袜。它的名字呢叫航空袜，是莱米公司受到来自苏南瑞丽航空公司的邀请，与之共同创作了一款专门为空姐量身打造的航空袜。那它这一个包装里面呢，一共是有三双灰色的丝袜。我现在呢拆开就给大家看看它的肤感怎么样。摸在手上的感觉还是原来的那么丝滑。那脚尖的位置呢也是特别的贴心，有这种防滑加固的处理，那脚呢穿起来也相对的比较舒服。我觉得灰色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颜色，因为我穿在腿上很明显的就把我腿上的那种瑕疵给隐形掉了，特别的光滑，而且这双丝袜呢它弹力也很好。在鞋子的部分呢，我选择了一双方头低跟的高跟鞋，是一双油亮皮质的。好了，家人们，那今天的测评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用你的记得一键三连，多多支持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